别驾到了，今天。希望大家都发财。我就先来。四个红衣少年。红衣少年，真有才呀，真有才。这哥哥姐姐们都整起来呀，整起来。财源滚滚。在这里祝愿我们四家的所有的大哥大姐都发财。好，有点丢人了啊，电脑死机了。重启。新年快乐。祝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哥哥姐姐发一个。美人哪去了？我们美人，把财人爷电脑赶紧给修好。赶紧有这七个墙壁。姑奶奶三十六转的，一赛青不穿，面容不改。把师傅放大，我现在放大不了吧？我看一下啊，我看能不能放大啊？哎呀，能放大。是我啊，是我，这回我能放大了。谢谢我哥，感谢我哥。哎呀，哥你太够意思了。摇撼的狗好卖，好，我就来了。好，恭喜四个直播间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咱们都发大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响，万事如意，咱们一定能够把好事想。太棒了，恭喜发财。那我就来一个，就是一个老的音乐啊，我就跳一小段吧，跳一段《开门红》送给大家。哇，开门红，怎么整那么喜庆呢哈。Thank you.
下是长长的门，沉起心气儿，别出个嗨嗨的劲儿啊，扬起笑脸，吼出个壮壮的声。新年好，新年好啊！开门红。哎呀，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啊！出门在外都常回家看看。一辈子送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感谢哥哥姐姐们，祝哥哥姐姐们能够这个新的一年里啊，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啊，幸福美满，一切顺利啊。这怎么提前过年了？感觉这次就是过年的。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不容易，却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妈吹吹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好听，哎呀，满满的回忆。谢谢谢谢，满满的回忆，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嗯，特别，嗯，特别好的回忆。接下来，我们的压轴嘉宾麦米尔，感谢为我们倾情放歌。这个伴奏还放不出来了，真是。这是一首非常精彩的歌曲，《家和万事兴》吧？哦，这个伴奏没跟过，试一下。爸妈，我回来了。匆匆留下一句话，家和万事兴，万事兴，齐心复兴旺，母慈儿孝敬，终于是柴火已高，十指抱拳立千金，老百姓流传一句向太平，向太平，国强民财富，民富国安定，大河涨水向河湾，众儿在手书成林。家和万事兴，让我们四个这边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啊，家庭和睦啊，生活快乐，生活幸福。
事兴，万事兴，七贤福星光，无私而孝敬，终是柴火一个，十指抱拳立千金，老祖宗留下一句话，家和万事兴，万事兴旺，母慈儿孝敬，终是柴火一道，十指抱拳立千金。小小含糖量真的很高哎，吉祥如意啊！太甜了，这首歌唱的太甜了啊！就一开口，谢谢谢谢，这头开的好啊，对，头开的也好。对，咱们祝各位村长们啊，都新的一年是不是这个越来越好？真的，祝福家人们，祝家人们吉祥如意啊，幸福安康。你们好，我们才能好。大家好，是的，是真的好，对，大家好才是真正的好。对，就是你们好，我们才能好。好像是这广告词是吧？嗯，愿所有的家人们，团团圆圆过新年。对，团团圆过新年，开开心心的啊，咱们度过2023，然后是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啊，这个也很重要。对，主要是健康，嗯，就挺好。是是是。那挺圆满，挺圆满，挺圆满啊！好，今天这个局儿特别好。对，2023年咱们第一个局儿开个好头，咱们四家都开个好头。好，都开个好头。好嘞，必须的。2023年展望未来，对，一路长虹啊！咱们今天都穿的里红外红，大家都红啊，内外都红，红火火啊！图个吉利。谢谢大家，谢谢啊！咱们给对面三位都是老朋友了，咱们没有点关注，咱们点关注啊，点关注，都是老朋友。各位老师，要你们都播到几点呀？也差不多了，一会儿就要下了。嗯，差不多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明儿跨年了，跨年了，咱们算也算一起跨个年。那行。明儿你播的晚吗？我八点播的。不，八点，你播到一点钟也五个小时了。播到一两点差不多的。哎呀，我唱懵了都。没事，心情好，咱们多播会儿。好。啊，那行，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先到这儿。哎，以后有空，啊，什么常来？我们别再来一局了，我们就今天就。这样就输吧。谢谢关注，谢谢。再来一局，今晚不睡了就。对。好。对。有机会，有机会啊！你像我和圆圆老师，还有。咱们今天晚上还过元旦呢，是不是？还有佳慧哥，嗯，咱们都是经常在一起玩的老朋友啊。如果大家爱看，今天晚上咱们再聚，哎，对，咱就常连，晚上咱们可以继续聚，好不好？对，这是跨年晚会，明天是元旦晚会，更精彩。对，是今天晚会，那行，今天先到这儿，然后你们对，再见，辛苦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拜拜，谢谢关注，谢谢关注啊，拜拜，再见啊，拜美人，拜拜玉帝哥哥。哎，还再来一局啊，兄弟们，不能再来一局了。就这挺圆满，挺圆满。8869是经常看到这位大哥来到咱们家，大哥经常来转悠，再来一局。找静欢，我也找不着他呀。他在连麦中啊。
堪比春晚。谢谢我金蝉子周姐，谢谢周姐的支持，谢谢姐，谢谢谢谢。正看上瘾呢，那你关键最后一局你不得安排一个演戏局吗？师傅真喜庆，那不得那个什么吗？小鱼没找着，欢总测字儿，给欢总测个字儿是吧？行。休息一下，好的，周姐，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尽欢有意思，反正今天啊，家人们，甭管怎么说，今天挺圆满，挺热闹，直播间里。明天是元旦晚会，更精彩，更快乐。还有组局吗？看情况。笑看天下。谢谢一休哥，感谢一休哥，新年快乐，一休哥。原来在没有连麦是吧？哦，你的大局还没演呢，哪个是大局啊？没看到，啥大局啊，家人们？人生感恩有你，点点赞吧，家人们，咱们点点赞，点点赞，点点赞，演富富爸爸的，今天不适合演人家爸爸。感谢感谢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二妞想看机长舞了，今天主要是这个活比较忙，这咔咔的这个小活一局接一局的，今天确实够忙活的。我这现在我这个说实话，家人们，我现在我脑瓜子都是乱的，适合演老公，跟尽欢怼一局，上人气。谢谢咱们榜上的所有的家人们啊，谢谢大家，感谢咱们落叶，谢谢哥，谢谢阿良哥，金蝉子周姐自动回复，还有墨白云无己人在旅途七十三家房客五福剑哥阳光神情雪山之巅杰公子天天高兴尽欢可以有人气。谢谢大家粉丝牌，感谢大家粉丝牌的支持，谢谢。今天人气可以，今天咱们家的人气，哇塞，还挺像样。今天晚上的人气2000来人，这个点为啥人少了呢？好多家人们都睡觉了，都一点了，是不是？一点了还不睡，真哇塞。挺哇塞，反正都是铁粉。是的，春雪，要不要交个灯牌？你看心情吧，看自己的心情。我们都是夜猫子，开了两个号来，谢谢周姐。你看一跨年俩号都来了，这还了得吗？这还谢谢日子。
光头可以睡了。好的，福哥，马上去睡啊，谢哥。不好意思，有点晚了。这个实在是抱歉，福哥。这个号大半年没登了，完今天过年这不是登上来了吗？师娘马上到，别闹，让人笑话，让人笑话，该休息了，注意身体。好嘞，谢谢梅花鹿，感谢梅花鹿。连静欢，他在连麦。兔年大展宏图，静华好了，好嘞。小云，人家没连麦，先不连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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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这蓬头垢面的被谁霍霍了？不是，衣衫不整，破衫褴褛，会不会说人话搁那？这咋的了？这是这个穿的这个是啥呀？这是，这叫晚礼服小吊带。哦，晚礼服。嗯呢。就是一个露背装呗，露哪儿不露哪儿的，你有资格知道吗？关键是人家的晚礼服都开到这儿，你开的是不是靠上了呢？我想开到肚脐眼儿，跟你有关系吗？关键是人家都不带带儿。哼，人不带带儿，我跟你说，不带带儿我也能卡住，塞得多都能卡住。塞不塞你也不知道。哎呀，就我这小眼睛瞄过去一看，绝对知道。咋的？你眼珠子掉里了？不是掉里了，有透视功能。你可真有那意思。哎呀，几天不见，这气性见长啊。哎呀，几天不见你还是这么欠小啊。几天不见，我看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几天不见，你的头又秃瓢了。辉哥来了，在我面前敢嘚瑟。哎呀，辉哥来了不照样掉毛吗？几天不见，我跟你说，不是前几天的辉哥了，知道吗？2023年的辉哥。咋的，包浆了？包浆了。我跟你说，2023年见我一面，算你烧高香了。哎呦我的天哪，我以为2023年见不着你了，见一眼少一眼呢。什么就叫见一眼少一眼？说话是不是气人？是不是打不过了 ？First blood， 动不动就长肉。哎呀，怼静欢必须得怼静欢。你拿啥怼啊？你有那设备吗你？啊！哎呀，兄弟们 ，Double kill。我说不能连进婚吧，一连上他以后，唉，说他是什么话，不拜个年就开怼，让人家笑话。这多冒昧呀、啊、你说说，满嘴的污言秽语，这家咋能这样呢？不知廉耻，恬不知耻。你说也就是说够不着你，够着你信不信我
两巴掌呼死。哎呦，我跟你说，你也就是说够不着我。我跟你说，咱俩距离就算是零，你照样够不着我。大过年的这置气是不是？哎呀，真是太刺激了，兄弟们呐！好的，永无忌。你们笑的人都是听懂了，是吗？打他服从你。是的，哥，你这话没毛病，就是揍的他，让他服，让他蹲那儿唱征服。哎呀，这有意思，大过年的整那个。就这样被你征服，必须得让你唱。欢迎我们家网名。哎，没别，不是，咱俩别逗了，我就是说过来看看你，大过年。哦。就是在新的一年展开一场新的展望，过来瞅瞅我。哎，这不是为了连你，我都闭麦了，我怕他们再连我。今天我看见了，我师傅都闭麦了。对，今天业务太多了，一个一个接一个。那你说说。但是你体会不到。就是说你为我的付出，我体会不到。不是，我说就是那种香饽饽，你体会不到。我体会了快30年了。体会了快30年了，快40年了吧？我出生那一会儿，就是你没见过的一种傲人的身姿。谢我小哥的支持，谢我神农小哥，谢谢富哥的支持，谢谢富哥。哎呀，超速了，还行还行，现在没有交警。我跟你说，说话得小心。2023年了，头一年，我们要文明开干。那还是得开干呗，那就属于。干不干吧，家人们。咱就不打了吧，让金欢给咱跳个舞算了，行不？我该你的啊，大过年的。不是啊，我给你点点关注啊。你可只有意思，你是谁呀、啊、你啊给你？来来来，5分钟之内给我粉丝点到100万，快点来来。扯那更没有用的，一天跟谁俩呢？不是我有那本事，我自己不点了吗？你有那个本事，你搁那叭叭啥呀？那真的头发掉的，真的是一天嘴都飘了吧？不服。就是4分多钟干一架，来吧，收了唱征服。哎妈，行，闭麦。辉哥，我不跟你斗嘴了，我要给你唱一首歌，征服。你终于说了给我当小娘们儿唱征服，来兄弟们揍他，欢迎我们家玉进。你就是我的男人。新的一年他们跟谁俩呢？兄弟们，让他跟谁俩呢？来给我闭嘴来，先巴巴的收拾不了他，兄弟们揍他，把他给我挂墙上。对面这个尹家辉给我挂墙上，姓尹的男人没有一个什么好东西，从尹之敬叫到尹家辉，到尹小泽，没有什么好东西。闭麦了吗？真的是，闭麦了还能听见我说话？睡着了吗？睡了，睡了。不是我干啥呀？你干啥？你输了眼舔狗，嗷嗷舔。什么玩意儿？舔狗不舔狗的，开打。最后一哆嗦，兄弟们，最后一哆嗦。2023年收官之作，感谢大哥大姐们的支持。3分多钟。就这就挺好，感谢上榜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谢谢我周姐的支持，谢谢周姐，谢快乐一点，谢谢大家的热水。睡觉的，谢谢我金蝉子周姐，谢谢阳光深情，谢谢一叶知秋，脑瓜子有点不灵光了，家人们，这个点儿播到1点多了，谢谢天天高兴的支持，谢谢苗苗，谢谢人间烟火，家人们不着急，好钢用在刀刃上，咱们就等加成卡，不着急，兄弟们不着急，咱们就等加成，等加成过加成，兄弟们过加成，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速度。兄弟们，咱们走上两个大字，加油。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咱们金蝉子的所有的家人们。谢谢我金蝉子周姐，谢谢周姐的支持，谢谢一叶知秋，好钢用在刀刃上，兄弟们，最后的几秒钟开始加成，
谢一叶知秋，谢我坤哥的支持，加成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每一位加成的朋友，谢谢9700，谢谢咱们的疯老头，谢谢勇往直前，谢谢 L， 大家伙确实是一起上啊，跟晋欢连麦确实是一起上啊，兄弟们，谢谢百合窗帘的支持，谢谢百合窗帘，感谢百合窗帘的助力，谢谢家人们，完了，对面怎么加成那么多，兄弟们？谢谢哥哥姐姐们，谢谢一叶知秋的支持，谢谢家人们，谢谢大哥大姐们的助力，谢谢家人们，感谢心只有你，谢谢一叶知秋，谢谢谢谢谢谢咱们的如沐春风，感谢加成的兄弟姐妹给咱们的助力。谢谢9700的支持，谢谢9700。这不完了吗？去20000多分了，谢谢大郎的支持，感谢大郎。奇迹会不会出现？天灵灵啊，地灵灵，咱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完胜一下，行不行？有没有路过的神仙姐姐、神仙哥哥，咱们偷他一下，家人们，谢谢咱们大郎，感谢大郎的支持，兄弟们，有惊喜吗？对，滚刀吧，那不能滚刀，输过赢过咱们没有怕过，奇迹是否会出现，兄弟姐妹们，神仙哥哥、神仙姐姐偷一下，感谢哥哥姐姐们的助力和加油，谢谢大家，兄弟姐妹们，最后一哆嗦，感谢家人们的助力和支持，谢谢家人们，谢谢大家，感谢上榜的每一位大哥大姐们，谢谢落叶哥，谢谢阿良配饰，谢谢金蝉子周姐，谢谢咱们自动回复，谢谢墨白，谢谢云无极，谢谢一叶知秋，谢谢73家房客，谢谢憨道没朋友，谢谢剑哥，谢谢百合窗帘，谢谢咱们的阳光神情，谢谢天天高兴，谢谢恩恩笑脸，谢谢9700，谢谢大郎，谢谢雪山之巅，谢谢杰公子，谢谢青春回味哥，谢谢玫瑰花，谢谢金色童年，谢谢陌生人，谢谢堂妹，谢谢傲雪，谢谢渔夫看世界，山伯，还有如沐春风，疯老头，人间烟火等等等等，上榜的家人们，谢谢大家，兄弟们紧紧相拥，是的，人间烟火，帅帅帅。哎呀，咱们等一会儿合唱，他一时半会儿开不了麦，一般他那个感谢麦已经开了，嗯，麦已经开过了，哎、都冒昧开了，嗯，今天开这么早吗？不颁奖吗？嘿、哎、嘿，这不是过年了吗？手下留情啊！啊，我以为得歇个20分钟啥的，那个等你。关键是，我今天这一会儿有点迷糊，兄弟们，就是。脑壳疼是吗？对，脑瓜子嗡嗡。哦，你要不你撞个墙试试呢？撞啥墙啊？撞墙！来吧，给我们表演一个啥来？舔狗，头一年舔出阴影来那种。不是啊，舔！你不是要跳舞吗？你真有意思，看一下写条，你数学老师咋的了？关键是没看着写条啊！兄弟们，舒坦。舔狗是咋演的？舔狗，你不用演，你本色就行了。哎呀，金花啊，你真好看！金花，自从我在这个抖音遇见你以后啊，我就感觉你是世界上最美的。你不是吃饭睡觉打金花吗？金花啊，你能不能跟我说句话呀？不要用那种眼神来对我，温柔一点。那我，你说实话，我喜欢长得帅的，而且我喜欢有腹肌的。你算了吧，好吧。我也有腹肌啊，我可以为你去练腹肌啊。我是鸡鸡腹肌肌。粗粗以粗以粗粗。不是粗的，粗跟我不搭嘎的。啊。对。那咋的呢？哎，金花，能不能给我笑一个啊？你不配。哎，笑一个，笑一个，大过年的，来高兴一点，来，
哎呀，你搁那跟谁俩呢？啥动静？笑笑一笑，干啥呀你？你不吃饭睡觉打金欢吗？谁说的？没那事儿啊！以后谁这么打，你怎么说？我说不可能，这句话不能讲。以后金欢就是我的女神。那以前不是呗？以前是我的女神经，不是，以前是我的，是我心中的女菩萨。我身材好不好？身材还没试过，不是好。嗯，前凸后翘不？也没有看到，你翘得很。然后我这小娘们造作，你喜欢吗？小娘们造作，我就比较喜欢，我就喜欢造作起来的。啊，那你描述一下你喜欢你梦中的女神，想得永远得不到的女人什么样子？就是在我面前这位样子。啊，那别人好不好看呢？别人都取秋吧，让他们都看见的取秋取秋。嗯，全抖音你认为最长得最好看的姑娘是谁呀？最好看的那肯定是我的女王，不是金欢。那个女王陛下，咱说这个陛下有几个呀？陛下就是静欢，静欢就是陛下。还有别人不？没了。啊，就没有那种恭送陛下回宫，应该就我一个人是吧？对，有也不告诉你，不是、那个，就是其他的都不行，就入不了法眼、对，是是是，是的，是的，嗯。那个，其实在我心里，金欢的身材是最好看的，因为每当她站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凹凸有致，那种小细腰，那种，体态，就是丰满那种感觉，还有那种大长腿，都特别好看。我腿瘦比你命都长。那是，能不能有这个机会让看一眼呢？哼，你配吗？你站起来看一下，看一眼，看一眼。不是很想让你看吧？老天爷，我的女神站起来了，啊啊！哎呀，女神，非逼我脱毛裤！哎呀，女神，女神要站起来，兄弟们，她要站起来！谢谢于总，谢谢于总，谢谢您的大红包！啊，女神！啊，她站起来了，兄弟们。我以为他是个残疾呢，以前啊，不是，对，我以为他站不起来。哦，好看，哎呀，像花一样，哎呀，好，摇曳，哎呀，这太好看了。太性感了，是不是？我那个老天爷，我终于看到我女神的身材了，兄弟们，这辈子得不到的感觉。是这一辈子，估计我没有希望了，但是我会努力的，行吗？我会向这个目标去发展。你这样吧，就是、你今天下播以后，这个音浪。好，我懂你的意思了，懂你的意思了、懂你的意思了。过年了，我想买件风衣。好好好，明白了。明白了，可以吧？放心吧，办。然后明天呢，我想跟个人去看一场电影，然后电影票你安排一下。哦，好嘞。这个情侣座，我不希望这个厅里有别人。哎，放心吧。我们俩，然后到时候你给我订个情侣餐厅，好吗？好，就是咱俩一人干一杯呗。不是咱俩，是我跟帅哥。我为你们服务。你最好的服务就是。买完单之后撤就行了、用不用服务呢？他如果不用吧，他不如跟不上的话节奏上不来，我替你就是先订一张电影票，然后再订一个情侣餐厅，然后呢晚上再订个酒店。好，明白了。啊，行，别的就不用管了。好，然后你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我撤。好，谢谢女士，谢谢女士。哎，好好行，那没什么事儿，你走吧。我现在不是很想看见你。对，把你死出拿出来。舍不得是吧？没事儿，走了，你还有机会给我买电影票呢。好，欢迎我们嘉宾。
走了。兄弟们，谢谢于总的大红包，感谢于总给咱们整的一个小福利，感谢哥。出师不利啊，这一年儿不是，这关键是太晚了。哎呀，没想到被他给搂了。滑铁卢啥意思？完美收官，必须得完美收官，不扎心，没事，君子报仇，明天。不晚，不着急。于总安慰来了，是的。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兄弟们，这个点还能有1600人，咱们这直播间，今天太狠了。兄弟们，没有点关注的话，咱们来点点关注。今天涨了1000多粉丝啊，兄弟们，77.6万粉丝了。咱是爷们儿不吃亏，那是啊，他还给咱凹造型了呢，他还站起来给咱晃荡了晃荡呢。那一天我转动奥利给呀，没有转娱乐效果呗，连青回不连了，现在我的脑子都是嗡嗡的，有点晕，兄弟们。老板好，你好，这位朋友。别连尽欢了，看着不舒服。兄弟姐妹们都是喜欢我们一起搞个节目，怎么还不舒服？啥意思嘞？好的，行，休息算了。好的，周姐，行行行，感谢我周姐。大家伙困的话就早休息了啊，咱们就那个啥了，就准备下了。谢谢春影，尽欢很好，是的，白月光。我踏山临水，追寻你一世佳慧。小词儿甩得太硬了。哎，节目效果，家人们，谢谢大家，谢谢我三叔的大红嘴唇子，谢谢三叔。明天的节目更精彩，家人们，明天的节目更精彩。天上的线节目效果，节目效果。杨洋怎么没来了？我也不知道，周姐估计在忙。差不多了，师傅，好嘞，好嘞，好嘞。谢谢上榜的家人们，咱们聊一个2分钟，我也下了，家人们。今天播的时间有点长，脑瓜子有点晕。啊啊啊啊啊啊！是的，风失踪了，下吧。好的，周姐，好好好好。那这样吧，家人们，我看天儿也晚了，1点多了，咱们大家伙儿，也非常辛苦，谢谢我落叶哥的支持，谢阿良配饰，谢谢金蝉子，我周姐，谢谢周姐，好，不撑了，谢谢自动回复，谢谢墨白，谢谢三宝叔，谢谢云无极，73家房客，乐野剑阁，百合窗帘，天天高兴，恩恩笑脸，大郎，杰公子，还有青春回味阁，玫瑰花，金色童年，陌生人，傲雪，渔夫看世界，疯老头，如沐春风，无地先生，勇往直前，云淡风轻，人生路，还有轻轻弥漫，还有苗苗，荆州私房菜，天下无章，专业生产数码，还有用户609，等等等等，上榜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家人们，再一次向大家道上一声节日快乐，不是节日快乐，新年快乐。那我就准备下了，家人们，好，大家一会儿早休息，新年快乐，新年新景新气象，兄弟姐妹们，咱们2023再创辉煌。谢谢周姐，谢谢姐最拽，谢谢上榜的每一位大哥大姐们，新年快乐，家人们，新年快乐。
今夜无眠，当花了穿越时空，激荡豪情。下来家人们，谢谢大家。来吧亲爱的朋友，来吧亲爱的家人们，伙伴，让我们微相遇。